们的贵宾们，我们都来到这艘船旁边。来，我们请先来，我们请工作人员呢，分别将我们船上面的绳子呢，也交给我们几位贵宾的陈总干事，以及我们的院属的妙主秘，我们从另外一头。待会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倒数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啊正式的渔火节的一个启动仪式，所以我们在倒数5、4、3、2、1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请我们的长官分别把我们的绳子呢向两边及后面拉起来，代表我们王宫渔火节海洋音乐会呢一帆风顺，点亮王宫。大家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没？小倩要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哦，待会点亮的这个方向呢，我们待会除了点亮之外，我们在我们的后方的方向有非常精彩的渔火的。没错，就是刚才我们现场特别说明的，这次特别为大家准备了渔火灯光，就不只是有灯光，还有非常厉害的听觉哦，有非常的厉害的音乐啊。好，现在我们所有人屏息以待的，我们一起来倒数了，各位，所有人来，目光在这里，目光在这里啊，来，我们倒数5秒，5、4、3。也谢谢我们在台上面所有的长官。来，我们的 Twinkle 要唱歌。是，也是 Twinkle， 来，你尖叫声好不好？我们的爱在期盼。
火点点，是我们王宫这边非常重要的特色。是的，来到这边呢，看到所有的兢兢业业的渔民呢，晚上都还在辛苦的工作。那这个渔火点点呢，真需要充满了感恩。那这次呢，我们用灯光秀 LED 呢，来表现出来我们这次呢，整个王宫呢，跟渔火点点的一个气氛。来，大家给我们刚才的军火点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。那我们现在看到搭配我们现场的十四艘的渔船在现场，上面有大大小小的灯笼，陆陆续续的在我们的这个船上点亮，就是代表我们的点点渔火的感觉。对呀。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个现在看到有 LED 灯，在我们整个这个墙壁上面来去为大家做呈现，来做点缀。是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王宫渔火节海洋音乐会，在2016年，我们使用这样的一个 LED 的一个渔火灯光秀的，我们的航拍机把它记录一下。好，现在看到这个呢，是的，现在是我们的王者之工厂。来，继续给大家。那么当然，我们接下来我们有采用的电网投射灯或者是镭射灯。谢谢我们在台上为我们所有现场已经谢谢。